第二行看书，又信即心静，若为实说。我们把下面一段的抄啊念下去。成为实论云：信者，谓与实得能，生人要欲，心静为心。何言心静？疑心甚固，如水清浊，能清浊水。又著染法，各自有相，唯有无性，自相混浊。复能混浊于心心所，如即会物，自会会他。性正翻彼，故静为相。精修净土，诸佛心静，性为极物，名亦甚矣。这是大师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引经据典，为我们说明这信的重要。念佛的同修有很多人呢，常常说我念了很久了，这个心呢还不清净啊，还没有能够得到效果。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个答案应该就明白了。念佛得不到实效，还是信心不足啊。我们通常讲功夫不够。什么叫功夫呢？信愿行都叫功夫，这三者却一样，实际上的效果就很不容易成就啊。要能够在短时间得到最殊胜的效果，只有一个方法，依教奉行啊。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方法，我们要认真去把它做到。大师在此地说得好啊，信即心静啊，信就是心地清净。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是佛在《金刚般若》上所说的。可见的信心呢，确确实实如华严所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话是真的。那么大师引用《成为实论》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这一句话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成为实论》上说，说信者与实得能，与这三桩事情啊，实得能，
身忍要欲，这一个身字是冠下面三个字的，身忍身要身欲。我们把这六个字啊，识得能忍要欲这六个字明白了啊，明白它的意思了，这一段论文呢自然就知道了。十，我们看这个注解，它这个演义里头有，在演义的我们从演义这一直念下去啊，大家好找啊。这个演义是与十德能生忍要欲者啊，这是解释这两句话。为与十则生忍，与德呢则生要，与能呢则生欲也啊。可见的这个身呢是冠下面三个字的。八是规矩啊，八是规矩中啊，这里面说，在柱子里头说，身人的与诸法十四十里，身心敏其忍可于心，不为虚妄事理之所转故，这叫身忍。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肯定，这个身忍呢深深的相信，完全肯定。对什么呢？对一切诸法，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实事真实的事，真实之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宇宙人生呢，确确实实是真相真理啊，我们对他深深的相信。这个深信不是茫然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说啊佛所说的那我们都相信，这个信是属于迷信，必须我们要证如这个境界啊，佛所说的我们亲自证明了啊，佛讲的没错，这个信才叫真信啊。我们没有见到，听佛这么说我们也就这么信，这种信是勉强的相信啊。当然佛不骗我们啊，我们相信佛所说的话，在佛门里面讲啊，叫圣言量，佛是圣人，不会欺骗人的啊。虽然对于这个事理我们不清楚，佛讲的我们也能相信啊。那么这种心叫正信啊。你看有许多佛门弟子叫正信的佛教徒啊，这正信呢就是这么回事情。正信呢是相信佛的德行啊，佛的德行啊，佛的人格不会欺骗人。比这个信心更深一层的，我们完全理解了啊，道理都明白了，那个信心呢就深。
在深信。为什么呢？有理论的依据，不是听佛随便说了我就相信，确确实实有理论依据。有理，当然这个事就有可能。更深一层呢，那叫真性啊。怎么真性呢？入佛的境界了。佛所见到的那些境界，我们自己也见到了，那个性叫真性啊。那么此地这个深性三层的意思都有啊。只要我们对于圣言量深信不疑，我们现前就得利益啊。那么要达到更高的层次，要靠自己修正的功夫啊。忍口于心啊，这个心里面承认肯定，没有一丝毫怀疑，不会为虚妄势力所转啊。什么是虚妄的势力呢？我们用一个最浅的标准来说，他所讲的跟佛说的不相应，那么这个就是虚妄的，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原因呢？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所说出来的是限量境界啊，限量境界，亲眼看见的，亲耳听的，这个东西还能错得了吗？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佛的眼睛比我们厉害，佛坐在此地，西方极乐世界他看得清楚啊。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他也听得清楚啊。这叫限量境界啊，他不是想象的，不是推理的啊，不是凭空想象，不是推测的，他是限量境界。那么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充其量啊，这叫比量境界。比量里面呢，还可能有错误啊，唯独限量啊没有错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啊。所以一定要用佛所说的为标准啊，佛是无眼圆明啊，亲自见到的这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更重要的，佛法有大小乘，佛法有许多宗派，佛所说的法有了义有不了义啊。为什么佛要这样说法呢？一个业障重的人，烦恼习气深的人，佛给他说事实真相啊，他不能接受啊，他坚决地不接受啊。你比如讲西方极乐世界啊，不但世间一般人很多人不接受，学佛同修当中也不能接受，这个很多啊啊，学其他宗派的他就不能接受。佛家讲六道轮回，现在这些高等知识分子接受过科学洗礼的他不能同意啊，他说这个是无稽荒诞之说，对这种也行不通啊，讲不通啊。于是佛说法了，是应机说法，你不相信轮回不给你谈轮回，
只给你谈眼前的事情，你能见得到的，你能够思维想象得到的，给你谈这个。你见不到的，你想不到的，决定不谈。能信佛语的，佛才给他说真实话了，那叫什么？机缘成熟了，佛给他说真法，他在这一生当中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永脱生死轮回。这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福分呐、啊。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缘啊，所以这个生人呢，是对于佛所讲的事实真相啊，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事实，六道轮回也是事实啊，绝对不是假的。这个药呢是爱好，深药就是非常喜欢啊，喜欢的是什么呢？与三宝清净化身般若解脱。我们通常讲三宝啊，三宝是佛法僧呐、啊，啊，称为三宝啊。这是大家观念当中有的，那只是三宝的外表形式的三宝，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问题是你要会用呢，对你有帮助，你不会用啊，实在讲并没有好处。真正的三宝啊，就是此地讲的化身般若解脱。化身是佛宝，般若是法宝，解脱是僧宝。这个三宝清净啊，这三宝在哪里呢？三宝在一心之中，不在外面的，外面没有啊。这形式三宝啊，这个佛法僧，所以学佛的人会运用它的时候，这形式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见到佛像就想到法身，看到经本就想到般若，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解脱，那就对了。所以形式上的三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警觉我们，我们不能把三宝忘掉了。那么这个在三规里面呢，就是觉真见。法身是觉，本觉，般若是正，解脱是清净，这是一二三，三个而已。真净得中，身心好药啊，不为妄然邪得之所惑故。这句话它的意思虽然不太深，还是不容易体会。我们平常讲在三皈依里面说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于觉正静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就对了啊，这是德啊，觉正净是德，叫般若法身解脱，叫三德啊，这个是自信本具的三德啊，我们要常觉，要常正，要常清净。第三呢，这个欲是希望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啊，最深的期望，于一切事出事善，身心有力，能得善报，能成道果，起希望心，求彼得故。佛家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人的啊！有求必应。云谷禅师对袁了凡先生讲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在了凡四训之中啊，诸位如果细读深思，你就能够明了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了凡先生所求的不多啊，他求的不多，换一句话说，他在这个大的理论当中他所用的是很有限的啊，这也就是说他的心量啊不大啊，所以他求的很有限啊，他只求他功名可以得到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的啊，功名在从前就是讲的是举人近思啊，这个他命里头都没有的啊，他求功名得到了他中了举人以后又中了近思啊，他命里面没有儿女啊，他依照这个方法去求他得了两个好儿子啊，那个命里头没有求的，那是真正求得的，这有求必应啊。唯一的一个呢，他并没有求长寿啊，他也得长寿了啊，他的寿命是53岁，他活了70多岁啊，这个是没有求也得到了啊，所以他求的很有限啊，这个心思不大啊，那个心量大的，我们今天讲的心量大的野心家了啊，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成佛了，这个人的见佛报太小了，微不足道，一定要成圆满之佛，成菩萨还不够啊！啊，像观音、释迦、文殊、普贤，还没有看在眼里，一定要求成佛，那个求啊，才真正叫达到究竟圆满了。能不能求得到呢？决定可以求到，成佛都求到了，其他的还有哪一样求不到？事出世间法里头最难的就是成佛，
超越六道轮回不难呢、阿罗汉就行了，就办到了。所以我们要求啊，要求的圆满，要求的究竟，一定要求圆成佛道。怎么个求法呢？依照世尊诸佛在本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些道理方法，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得到，这是真实不可思议啊！事出世间善的，这是第一善的，究竟圆满的大善的，就是圆成佛道，身心有力。对自己要有信心，就是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给我们讲信的，讲六个信。第一个，相信自己，就此地所说的。第一就是相信自己，我这一生决定能成佛。这是果啊。为什么这么肯定，这么有把握呢？前面有因，我相信佛所讲的这些方法我都能做到，这是因呢。相信自己能做到佛所说的这些方法，那将来果报当然就成就了，因果一定是相应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苦口婆心劝勉我们，就是要建立最深的信心，能得善报，能成善，能成道果。前面的善报事出世间一切的灾难障碍，我们遇到了自然都能够化解，都能够消除，所谓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善报道果呢就是正果。第一个正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第二次正果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菩提，成等正觉，就成佛。要相信自己一定能成道果。相信自己一定得善报。这两种都是属于果。那么在果之前要修因。如果说是没有因行，这个果报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因一定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老实念佛，那就行了。这两句的果报就是善报道果你就一定有希望，那起希望心，求必得果。说于中。人可是信因，对于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相信。
要欲是心果啊，这个身要身欲是相心果，知之必好之也。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对于这个还没有升起爱好的心，没有升起希望的心，换一句话说，你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啊。有些同修念佛了，念了一段时期来给我讲，他念不下去了，来问我怎么办啊？你们想一想，那念不下去怎么办？为什么有些人念得很好？实在说，我们这个净土五经啊，念得这么熟了，那个答案应该是随口就吐出了。佛在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嘛，念佛念得没有障碍的，念得很有感应的，很有受用的两种人。一种呢，对于佛在经上所讲的深信不疑，这是善根，福德深厚啊，他没有障碍了，越念越欢喜啊。另外一种人呢，对于佛所讲的这些道理他清楚明白了，他知道如何选择啊，在无量法门里面他都认识清楚了，都明白了，他当然选他最需要的法门，就像观经维提西夫人，维提西夫人遭了难，求佛帮助他，他对于这个世间感到很大的失望，问佛有没有其他世界是清净的世界，我可不可以离开这个无着卧室啊，就往生一个清净的佛国。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都变现在他面前，像我们看电视一样，通通都画面都看到了他通通都看了之后，他选择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他通通明白了，他知道去选择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世尊介绍给维提西夫人，是维提西夫人自己选择的这两种人呢，念佛不退心呢，越念越欢喜，他念得相应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这个念不下去退心呢，这是必然的现象。那是第一个，对于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呢不甚了解，还怀疑，还不能完全相信这才会退心呢。所以真正知道啊，一定爱好啊，这是佛法里头说我在讲习当中也讲啊，佛法确实知难行易知太难太难行容易这个特别是净土法门，难信之法，难信易行他修行确实非常容易，非常方便。
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大家没有办法摆脱现实的生活。虽然时代呀，似乎是天天在进步，啊，科技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好像一天比一天富足。啊，我用的这个语句是似乎啊，不是肯定的。为什么不是肯定的呢？如果我们跟古人比一比，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多，换一句话说，得不偿失，不如古人啊！啊，古人虽然没有电灯，没有冷气，啊，出门没有汽车，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样方便便捷。古人的心是清净的，古人的心是悠闲的，古人的心是自在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心情？这个代价，你就想想看。多么重的代价换取这一点物质的享受，再细细算这个账啊，划不来啊，这是真的啊。古人过的那个是佛门里面讲那是人道的生活，我们现在过的这个不是人道啊。不是人是什么呢？有一点像妖魔鬼怪呀！啊，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的话的时候，你会到体会到，现在这个社会是妖魔鬼怪，啊，从前那个社会是人道，在六道里的是人道，现在我看不出是人道，啊，那么这说明。啊，这个信心呢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那么这两句话我们明了之后啊，就可以往底下看了。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三行，啊，再往下面看，心静为心。心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真心理体呀。啊，真心是什么呢？本性是什么呢？心静就是自信。那么换句话说，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所以《大乘经论》里面，佛菩萨对清净心这样重视，这个有道理啊。净宗法门就是从清净心下手啊，佛法圆成道果啊。只有三个门呐，觉真经、禅宗、信宗是从觉门证道的啊，成道的啊。禅宗里面所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从觉门进去。禅宗以外的教下啊，像贤首、天台、三论、法相为实，都是属于教下。他们从正门成就的正知正见，大开圆眼
这样子成就无上菩提。我们净土宗呢，不走这两门。啊，那个两门呢，绝门要上根立智才有份。啊，像六祖所说的，他戒引的对象啊，上上乘人，啊，才有希望。上上乘以下的大乘根性都不行，啊，都没有希望。所以那个门我们走不通，门槛太高了，咱没法子。啊，正门呢也不好走。啊，正门呢，实在讲，我们是有资格，也有能力。啊，时间太久了，路太长了，好像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要念几十年啊，这是比喻啊！啊，在佛门里面，这个教下呢，要三大阿僧祇劫，要无量劫，时间太长，太遥远了啊！所以净宗啊，不走那两个路子，走一个特别方便善巧的道路，清净心，就学这个。啊，只要心清净了，心净则途径啊，它就入门了。啊，所以诸位，这一点决定不能说谎。啊，念佛念到什么程度，才知道自己有把握往生呢？啊，这个也有同学来问我，啊，我们要念多久，念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晓得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往生。啊，他来问我，我就老实告诉他：你有这个念头在心里啊，你这一生就不能往生。为什么原因呢？夹杂，你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就不能往生，不能夹杂，老实念去，水到渠成呐。你存这么个念头啊，你不老实了，这不老实，哪里会有成就啊？我们确实要求一心不乱，但是不可以把求一心不乱这个念头啊放在心上，那就坏了，啊，那就错了。求是愿的，有这个愿呢，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啊，有这个念头就坏事了，啊，只是一味的老实念就行了。我们从清净心入，啊，执念这一句法，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已经讲的很多很多了，啊，不要再重复了，啊，讲的太多了，名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更具体的为我们说出来。啊，世尊说了，闻是经，听到这个阿弥陀经，受持者依照阿弥陀经所讲的去做，即闻诸佛名者，这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即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不就是说福报啊？这就是不可思议啊！你得一切诸佛的保佑加持护念你，你还会遇什么灾难？你还会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呢？没有这个道理啊。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护念你，都帮助你啊！所以我说，我们看这一句经文，才晓得一个真正念佛人。真正念佛人，就是觉明妙行菩萨所讲的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也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叫真正念佛人，他就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经上讲的种种善报，种种道果，他是轻而易举的获得。下一句又说，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道果。前面的一切诸佛护念是善报，这不是很清楚了吗？这个善报究竟圆满的善报，没有其他善报能比这个善报还要上，还要殊胜的没有了。一切善报就是第一善报啊，无比的殊胜啊！一切道果里面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什么人有呢？老实念佛的人有。所以还要三心二意去学这个法门，学那个法门，都叫做不老实啊！我们没有读到这段经文，平常不敢讲啊。讲的是显得我们净宗人呢夸大了，好像瞧不起其他的修行人呢，其实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一切诸佛如来说的，这还能有错吗？这些我们尚且不相信了，那信心怎么能建立？真信了，这个真信了之后啊，就通通放下了。不但世间一切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这个心叫真清净啊。佛法也放下了，世间法果报是六道轮回，佛法的果报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合起来叫十法界。世间法、佛法通通放下，就是十法界都放下了。十法界都放下了，那到哪里去了呢？一真法界，弥陀净土是一真法界，华严毗卢遮那佛的净土也是一真法界，到一真法界去了，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只要一部经，只要六字洪名就成功了，真真不可思议。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体会得到，深信不疑，依教奉行，那就真的要恭喜你了，不敢不恭喜，用一切诸佛护念你，那怎么敢不恭喜你？
信心清净呢，功夫成片，一心不乱，自然就得到了。所以大家要问往生什么时候自己知道，信心清净就知道了信心清净了，往生就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完全没有障碍这才叫生死自在，来去自如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了想去就去，想来就来。下面这几句话了，都是解释心境何言心境，为什么要强调心境？以心胜故，在一切法之中，心最胜。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心是能生的，一切法是所生的。能生跟所生比较，能生属生的心是属生。所以修行，那个会修行的人禅宗里面常讲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一切万事万法的根本就是心，直接从心地上用功的，这是大乘，这是捷径从心地上下功夫因为心最殊胜从相上去下功夫，那是枝叶。古德譬喻是入海算沙了，寻枝则叶呀，那个很麻烦费的时间很长，吃的苦头很多从根本修那就容易了。下面是比喻，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心是清净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心有没有污染呢？心决定没有污染心没污染那么我们先前的心好像是被污染了其实它不是污染，是由污染的东西障碍了清净心是这么回事情好像阴天云彩障碍了太阳太阳有没有被云彩污染了？没有，绝对没有虽然没有呢，它障碍着它，遮盖了它，我们看不到太阳，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真心决定是清净无染的下面又说，又住染法，过自有相。这个染法，十法界都染，见思染，尘沙染，无名也染十法界都是属于染法，它的相不一样。
六道凡夫见思尘沙无明这三大类的污染通通具足，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见思烦恼断了，他有尘沙，有无明，他的染比我们轻。十教菩萨，华严经讲的化身大师，破一瓶无明，这一份化身了。他们见思尘沙都没有了，只剩下无明，染的最轻。一直到圆教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那还是染，还是待业。真正不染的呢，只有佛一个人，完全没有污染了。这是讲啊，染污法各自有相啊。那么这一切污染当中，唯有不信呢，自相混浊。这个不信呢，这一个染污啊是最严重的。不但能够妨碍了自己的清净心，也妨碍我们周边一切法都被这个不信的污染了。不能混浊于心心所，心是八十啊，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心所，这唯识法相里面讲的八心王五十一心所啊，这一个不信呢，就把八心王五十一个心所通通污染了啊，就好比极秽物、极肮脏的东西。本身肮脏啊，也妨碍别人啊，这是不信。信正反比啊，反是反过来，这个信心就像一个清洁剂一样啊，像这个清水珠一样。我们对于佛法，特别是净土三经啊，这一点实实在在呀是要强调的，因为这个三经所讲的是究竟清净，是如来彻底悲心。是一切诸佛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啊，其他经论一切诸佛如来不一定会说啊，不契机他就不说，唯独净土三经所有一切佛说法呢，必定要说。就好像学校的这个课读的这个科目一样，这是必修课，一定要讲的，而且是共同科目。无论你念哪一个科系，这个三经是必修课，其他所有经论是选修课。你念也好，不念也好，没有关系，这是必修课，这一切诸佛必定要说啊。佛要不说这个三经，说实在话，对不起众生啊。说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佛没有过失，过失在你自己
佛对得起你，你对不起佛。啊，所以对于这个净宗，这个净土三经现在是五经，啊，这个祖师又加了两部进去，就变成五经。你能对这个五经的道理、境界、修学方法能深信不疑，你一定得清净心。信正翻彼，故净为相，这个性的相是清净的。从这个标准也能够勘验自己的这个境界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信心。真的有信心呢，心清净，心就定了啊。心定下来啊，功德利益可以立刻就见到啊。这个人是心变了，心变了啊，相就变了。你看那个看相的不常说吗？相随心转，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心变了，体质就变了，这个都一点不假的啊。所以从你的体质啊，从你的相貌，能看出你修行的功夫啊。啊，什么是功夫呢？清净心是功夫啊。越清净，功夫就越深啊。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佛，念多少咒，拜多少佛，那个不是功夫啊。功夫是觉真性啊。现在我们偏重在清净心啊，功夫在这个啊。因为心定了，心清净了，妄想少了，杂念少了，这个身体自然就起了变化啊。本来很多毛病啊，毛病是什么呢？我们身体里面的结构啊起了变化，不正常了。怎么起变化呢？一天而晚胡思乱想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胡思乱想是不正常的，所以把正常的这个结构啊变成不正常，那你这个身体啊就多病了，多灾多难了啊。心一清净了，定了，就恢复正常了。这一恢复正常呢，本来有的那些病的时候通通都没有了，那病痛都没有，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的相貌也变了，气色也变了，样样都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你立刻得到的善报啊，啊，马上可以得到的啊。这精修净土啊，主乎心净。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两句才是主题，才说到这个地方啊。这两句主题啊，这个净宗啊，就是修清净心。清净心用什么方法修呢？用信修啊。信为己物啊，明以慎意啊。这就是太明白了啊，太清楚了啊。这心重要，所以佛在此地这个经上啊四次地劝我们呐 啊前面两次劝我们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第三次劝我们要信的啊。后面还有一次
劝我们要求生净土。我们翻过来看568面看书看书，称理，这自性本来是佛，是性受益这个从理上说从理上讲呢，这佛说的自性本来就是佛，佛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佛这是文殊经受持者本意如是。那么这一行的前面一行小字诸乎心净者，大师引用《维摩经》上的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念。若菩萨于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维摩经》上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所以念佛人你要问能不能往生，有没有把握往生，什么时候往生，你把这个三句经文多念念世尊在本经教给我们的法门是信愿持名，用这个方三个方法专信专愿专念阿弥陀佛。修什么呢？修清净心心一清净了，跟西方极乐世界就联系上我们平常讲感应道教确确实实跟阿弥陀佛就有默契了那么这种默契呢会越来越明显随着你这个信愿持名功夫的浅深越来越明显，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有三种这个见佛有三种，现前的三种，一种是梦中见佛，这是感应的前者。第二一种呢，定中见佛，不是梦中，定中。我们念佛不打坐，不参禅，但是我们止静。我们止静的时候也是很安然地坐在这个地方，口里面虽然没有声音，心里面佛号并不中断，这个时候见佛，这就属于定中见佛并没有睡着，清清楚楚佛在定静里头显现了。第三一种呢，功夫更深，或者是站着，或者是走着，佛就在面前来了，那就见到了那是功夫更深的，这都属于现前见佛当来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当来见佛包括我们临终佛来接引的时候都是现前，人活着并未断气，看到佛来接引了都是属于现前见佛
可是念佛人一定要记住，如果求感应、求神通，天天求着想见佛，你就很容易着魔。因为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魔也知道，啊，这个妖魔鬼怪有神通，他也知道，啊，你有一个很恳切的希望见佛，哎，他的机会来了，他就变一个佛的样子来，让你见，结果呢，你上了当，被他骗了，啊，所以我们想见佛，佛忽然来了，那个靠不住。佛是怎么现前的？我们并没有想见他，哎，他来了，没有想见他，这是属于感应，啊，见到怎么样呢？见如不见，啊，虽然见到了，我们也不起心不动念，也不会觉得哦，我还不错了，我的功夫成就了啊，见到佛了，啊，说不定你见到魔了。所以佛在楞严经里面教给我们防止妖魔鬼怪变现假佛假菩萨来骗我们，佛教我们一个方法，那就是决定不执着。你不执着，他对你就不起作用，啊，那就是好境界。如果起心动念，啊，起了欢喜心，啊，这个就坏了，那就上魔的当了。为什么呢？把你的清净心扰乱了。所以，纵然是佛来菩萨来，还是守住自己清净心，啊，一定要如如不动，啊，这就是好境界。不为境界所动摇，啊，所以一定要懂得静心。这个底下注解啊，抄里面说，华严实性，全以故佛为自信心呐。故是原教里面最高的果位啊，这不是别教佛的，原教的佛。良有佛即是心，故众生心中啊，念念常有佛尘正觉。作如是心，其缘妙旨，千佛玄坛，一时受彼。啊，不必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千佛是讲我们贤劫，贤劫将来千佛出世，所说一切经啊，你通通都明白了，通通都清楚了。这在讲不值千佛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所说的无边的经教啊，你也一时受用啊。为什么？所有一切诸佛是清净心变现的，所有一切的教法也是从清净心流出的。你今天心恢复到清净，岂不是通通都得到了吗？所以禅宗啊，讽刺教下了，说教下的人呢，寻之则业啊，像一棵大树啊，它则那个树叶，折那个枝条啊，要把这个树去掉，
从树叶枝条呢，那多费事啊，浪费多少时间呢？禅宗用什么方法呢？禅宗挖根，这根一挖了，这树不是马上就挖掉了？这他不搞枝叶，他从根本上下手。殊不知那个根本之根本呢，在清净心呢，这净宗啊，比他还要殊胜，还要根本，还要来得彻底。华严实心，第一个就是信心。这个我们不必细说了，只把它的名字说出来。第一个信心，第二个念心，第三个精进心，第四个慧心，第五个定心，第六个是不退心，第七回向心，第八个是护法心，护持。这个护法呢，不但护持诸佛法，护持自己的心法。第九个是戒心，第十是愿心。那么这个是华严经上所讲的，这个实信呢，都是以果佛，以毗卢遮那如来。我们净宗是以阿弥陀如来为自信心。念佛的人落实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我们的心愿解行都要学佛，学阿弥陀佛，不能学别的佛，一定要学阿弥陀佛，这就决定正确了。你再学其他的佛呢，就学杂了，心反而不能清净。专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这个净土三经所讲的，通通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就是阿弥陀佛了。处世待人用什么心，经上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阿弥陀佛如何处世待人接物，我们学这些，学得跟他一模一样，我们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了。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合而为一，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这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所以往生真的可以自在呀，得大自在呀。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